蓝正龙演绎 Tiffany， 谢老婆磨平坏脾气。十月即将二度当爸的蓝正龙，首要为 Tiffany 示范2016全新腕表。受访时，他满口爸爸经，就是看他会走啊，开始会走啊，会等你睡觉啊，就会觉得都舍不得这些时间，就是。最甜蜜应该是起床的时候就叫我，就叫爸爸吧，不醒都得醒。啊，什么事？好啊。当爸前，不如会看表买表。说真的啦，如果带小孩，真的还是不要带手表比较好。是很谢谢他们今天到来，因为我很久没有带手表。当了爸爸之后，多了一个温暖跟温馨的感觉耶。我其实是很谢谢我太太啊，像我就是脾气很不好，没有耐心的那一种。当了爸爸之后，就会觉得，哎，翻白眼之前都要先深呼吸一口啊。另外 ，Tiffany 首度在台举办古典珍藏表展，收藏1849年至1989年的表款，可窥知品牌制表工艺和珠宝美学。时尚动新闻，即日起至9月23日，在台北101专卖店展出哦，报道。